到站，嘿，第一到站，第一到站，麦第一到站，先生病千百万，嘿，麦先生病千百万，就靠你了。不会，不是我的时代的，腾哥他不是你的时代的歌吗？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村一村，户一户，地道连成片，侵略者他赶来，打了魂飞胆也战，侵略者他赶来。抢答，抢答！请举手抢答。我只会两句：第一道战，第一道战，全是老师给唱的。博哥举手了，非常勉强，请接唱。全民皆兵，全民参战，要把侵略者坚决消灭完。哇！哈哈。回答错误。这怎么错了？我们请邓玉华老师再给出上面的最后一句。侵略者他敢来，打他粉飞胆也战，侵略者他敢来，打他人仰马也翻。抢答。博哥又举手了，请接唱。全民皆兵，全民参战，要把侵略者坚决消灭完。博哥，你和第一轮唱的词儿一模一样。而且博哥，我们不会，但我们不嚣张。再来一遍好不好？不来了，再来一遍。锅盖还没瓢呢。你只差一个字。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把侵略者坚决彻底消灭完。终于对了。博哥还是很厉害的。那也没啥厉害的，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也会唱。请开始您的领唱。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默默看着我不作声。我的天，我想开口讲，但又不敢讲，多少话儿留在心上。接了，哇哦，腾哥，我想开口讲，但又不敢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哇，哎，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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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哇，啊，什么？不是，腾哥。就你刚才那一出搂着我跳半天，我以为你会呢。你说那玩意儿，我不以为我也会吗？你快再看一眼。沈腾，干嘛的？我再试一试啊。多想对你讲。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想对你讲，我想对你讲，但又不敢说，不敢讲。怎么可能前面讲后面说？怎么可能？啊，对不起，对不起。好，最后一遍机会来了，不需要提醒了。我想对你讲，但又不敢讲。哎，你干啥呢？别看，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哎，再见，没有，没有。什么呀？什么呀？哎，我跟你说，通融一下，我觉得没问题。为什么呢？就现在，你知道我在这干什么？只要再跟他多说两句，刚才那词儿，刚才看的又忘了。好，来，预备，开始，来，预备，我给你打个 B-box。我想对你讲，但又不敢讲。
是。他们也想不起来呀、啊，他们也想不起来。我请，我请。再来领两句，杨老师。啊，就是，我们我哪一句了？我现在一下子中间进不来了。杨老师那也得有个锣，我看。默默看着我不作声，我想对你讲。哎，别瞎叫。我想对你讲，但又不敢讲，就像花儿开在我心上。虽然花儿开了，但是砸。这轮错误更多的是沈腾队，所以获胜的是王源队。有请杨老师给出最终的正确答案。这个啊，其实很容易。你看，你要从字义上来想呢，不敢讲，那肯定多少话都留在心上。啊，我想开口讲，但又不敢讲，多少话留在心上。是话。花儿可不是吗？你会吧？这个你会？你会吗？这你会唱吗？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羊儿的聪明难以想象，天空是星光，星光喷发。我竟然没有看清楚是谁先举的手。既然我们现在两队出现了分歧，我们让腾哥来唱好不好？不是，我给小童举的呀。小童试试。每天都追赶太阳。耶，一把成，一把成，厉害厉害厉害。接下来是更为紧张激烈的指定麦克风。好，说一下规则啊，指定麦克风领唱嘉宾指谁谁唱，任意停顿，任意指对方唱。这一轮的两位领唱嘉宾分别是王源、华晨宇。第一首歌我们请花花来领唱。哎，好，来，华晨宇，冬天里的一把火。打 call。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希望，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哎，这录他们的。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尖亮又闪烁，你就像那一把火。贾玲点接唱，接唱。熊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错了，温暖了我。燃烧了你，温暖了我，温暖了我，温暖了我。对，继续来，继续，贾玲。你就像那一把火，一把火，随时指对方。博哥，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不行，你接我的调。腾哥，什么呀？接唱啊！接呀！不是，我都不知道你们俩一个那么高，一个那么低，我都不知道唱是哪首歌，我都勉强听出来。你中间可以来回变化。我虽然欢喜，我虽然欢喜，我虽然欢喜，能不能去去？错。我虽然欢喜，随时指对方。你是妹妹，赶紧指对方。妹对你说，说，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我也知道。什么呀？到你了。对对，到你了。不是，他随时可以指你，请继续。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你就像错了。好了，记录了鲜亮的一刻。腾哥都凉了，被喷的。腾哥，我给一个衷心的建议，这道题咱们就认输好吗？等会儿花。啊，他我就只看了前面几句，后面你怎么那么实在？这道题就到这儿啊，错误更多的是沈腾队，所以这一分归到王源这边。耶、yeah ！你们谁会唱吗？我会吧。啊，那你来。大河跑掉了，跑掉了，对不起啊！快点快点，钢铁直男，你的歌，争气点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参北斗啊，相思相依难求啊。接唱。路见不平一声吼啊！错了，错了，该出手是。嗯、啊，我会这个。你会吗？那你来。说走咱就走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嘿，全都有啊！嘿，我哥。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少了一段，全都有后面还有呢。路见不少了一句，生死只交一少了一句，嘿闯九州啊，跳段了。水里火里全都有啊，水里火里跟我走啊，还不对，水里火里全都有啊，跟你走啊。是啊。不是，咋从来不吃他们呢？坏了，这坏了。这样，我给一个提示啊，这句我给出，然后由博哥接唱啊。水里火里不回头啊，路嘿不回头啊。生死之交一碗。哇，头都凉了。现在认输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对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呀，嘿呀呀，嘿嘿呀呀，死了我了，你唱干嘛？啊，嗨嗨呀呀，来，报道。呀呀后面是什么？呀呀后面是什么？路见不平，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这个调啊，我的天哪，哎，唱完了，哎，唱完了。由于两边都答对，所以本轮打成了平手，我们加试一题，继续由小袁来领唱。啊，还是我看嘛。指了谁？老腾。不是，你在一起你就走了，你给我留点好印象不行了？这么个歌你说指我啊你？再来再来。下一个我指谁？常青藤。常青藤。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必须得接唱了。义气。这样，那我给半句提示好不好？半句提示，是谁在耳边？沈腾哥，记住，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这题获胜的是沈腾队啊。Yeah!游戏环节到这里结束，让我来郑重地宣布一下啊，最终获胜的是王源队。怎原因？他加上最不给我做磨练呀。我的心被偷走，你却不肯收，让他独自冷风中越冷越脆弱。爱未伤透，我浓黑火放身边，他比刻薄狠狠地生死做留恋。小蛮腰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吃草吃熟沙拉精，他母亲母亲告诉我梦里美丽不美丽，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美丽。沙发外卖玩游戏，别再熬夜伤身体。来来后转体，高温瑜伽仰卧起，勇敢单车不拉筋，保温杯里泡枸杞。来来深呼吸，深泡也泡勇气，平板哑铃划船机，不达目的不放弃。手万里同怀抱。
再近不要再无岁月可回头千百年天地间只剩下这一顶帽是为何孤独受伤梦里风在说着谁畏惧成长便不认输擦平凡第一绝融合山在望断天涯老师，请给出第一首歌曲的相关信息。这首歌曲呢，是当年春晚上特别火的一首歌。完了，当年的，它出现了两个字眼，过去在电视里是不能说的，就是屁股。这首歌呢，它直接唱出了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健康歌》。范晓萱1998年带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哎，不是这个，这是我爱洗澡。不对，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会吧？我
他跟我们不是一个时，我们也不是一个时代。sorry， 没说。请听歌曲。左三圈右三圈，不能，这不能。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两轻松呼吸。我们是吗？请接歌吧。请做深呼吸，学爷爷。他不会。长长条条，你也我不是，你也不会老对。学爷爷长长条条，你也不会老。这道题，花花的接唱是。错误的。哎，腾哥，我看你有多快翻。哇！哇塞，拿得够厉害的！哎呦，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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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呀呀！哎呀！这水不小呢。腾哥，给我了一把死伞。是伞有问题还是手有问题？你那把可以的吧？打不开，打不开。哎呀，腾哥，人得服老啊，人得服老。正确答案听一下啊。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花花唱的是你也，你也，但我唱的是错的。哎，谁不是？哎，第二首歌，这首歌呢是这个华语女子团体 SHE 唱火的一首歌，这首歌就叫《中国话》。完了，我这个词儿特别多，让他们抢，不可能的，对。我觉得这个手不合，你会吗？他们吹，让他们自甘自生自灭。都在笑中国话，中国真的完了，越来越国际化。最后一句根本听不懂。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什么什么？贾玲抢到了。我们中，我小姨的，我们中国是我的亲戚，没错的话，我们中国话让世界都认真，都变得挺拔，都认真，听话，对，还是越来越国际化，是中间段还是听话吧？好像是。哎呀妈呀，我回去找我妈。把伞打开吧，赶紧的。好，给我最后一遍正确答案是：我们中国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花花给出的这个答案是：做好接伞的准备啊！错误的。Sorry。整整齐齐的摊在桌面上，哎，笑死我了。听一下正确答案。没事吧？谢谢腾哥。你还有吗？没事，我不用。我们哦，我唱的是我们唱的是我们中国话。我
我们说的话和我们中国话。对，请王老师给出下一首歌的提示。哎呀，下一个题呢，这个就有一定的难度了。这首歌1995年上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是在《打工奇遇》这个小品当中火了的。《宫廷玉液酒》是啥子吧？对，萝卜荟萃是吗？对，萝卜荟萃那。宫廷玉液酒，哇，这不会啊？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你应该会吧，贾玲。我不会。瞧我这张嘴呀、嗯！我知道，这我知道。这是个歌啊。二杯你胜我推，开始美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白里透着红啊。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紫不溜秋，什么色儿啊？溜溜的，嗨。嗯。艾伦，艾伦，请接唱。他刚才唱到哪儿了？紫不溜秋的。然后黑不溜秋，白不拉筋儿，然后粉的溜溜。粉香减肥先锯腿。不是不是，有没有那句？粉嘟噜嘟噜透着那个美。粉嘟噜嘟透着那个美，粉不噜嘟，粉不噜嘟，粉不噜嘟透着那个美。好，不能再改了，不改了，不改了。回答，错误。Yes， 完了。不要着急，我们慢慢来。走，在雨中，在雨中，我想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哎，怎么这么短啊？不给他们多淋一会儿。那是啥？粉不露肚，粉的露肚啊？蓝巴巴的，什么色儿啊？溜溜的，嗨。粉嘟噜的，那么美。那我们说的是什么？你该说那个美哦。行吧。好，接下来请王老师给出下一首歌的信息提示。在1999年的时候呢，很多人突然意识到，是不是只顾赚钱，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大家忽略了。就是常回家看看啊，对，常回家看看啊，找点时间，找点空闲，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这个没问题啊，爸爸妈妈说儿子都喜欢，这个就抢就行了。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大老师，答案是哎。你不会吗？一辈子不容易，就想玩个团团圆圆，就图个平平安。一辈子不容易，就什么什么，就图个平平安安，团团圆圆。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还是平平安安？团圆圆。哇，你再怼死我。然后团圆应该是团圆，平安盼团圆。这轮给出的答案是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哼，他们错了。正确的。啊！你们伞是个小的，这是破伞。这是个什么？谁的鞋垫？这是花花就没给伞，贾玲那个伞，别把贾玲的牙浇了。最后一题，
请王老师给出信息。这首歌的歌名是《山路十八弯》，1999年上了春节联欢晚会。请听歌。哟哟，贾玲，贾玲。路十八弯。哇哦！怎么还甩水呢？有花花呢，怕什么？这歌不是很熟，这词儿您熟吗？不熟吧。十八弯，穿出了出家人的眉眼。九连环。啊，腾哥抢到了，接唱，贾玲，接唱，贾玲，啥哥？怎么了？啊，你抢他了？你抢他干啥呀，哥？贾玲，贾玲，路十八弯。99年那年我刚入大学，我没时间看电视。九连环，我他要是跟着一起唱，我能唱下来，哥。十秒。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雨太大了就坐船。贾玲从第一句开始唱，他才能顺到这一句。对。这不会不会，拉出去。一家人的温和暖吧，要不？温和暖，温和暖，换住了兔家人的温和暖。回答。是回答错误。等会儿，等会儿，我们再还。还？啊！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是他们的。谁的伞套这么紧干什么？哎呦，我这兜里全水呀！九连环，这边的队伍真是惨。哎呀，真棒！听一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九连环，连出了吴家人的珠宝摊。什么东西呀？珠宝摊。珠宝摊，你说这个谁能猜到？歌曲题到目前暂时告一段落，领先的是我们的开心麻花队。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银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征，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走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
在心里的雪，捧他杯子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开始，啊，黑色和黑色有关的东西也可以。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哥，炸弹已经启动了。哎呦哎呦哎呦，那是哎呦哥，那是哎呦，哎呦嘿，哪有嘿呦啊？那是哎呦，哎呦哥，嘿呦嘿嘿嘿呦嘿。哎对对对。哪怕上个学。啊嘿嘿嘿。等不到天黑。好，可以。呀呼嘿嘿，一不小心都是动词啊！黑头发飘起来，飘起来啊！来啊！一件黑色毛衣。玛丽。哎呀！蚂蚁。这是个什么呀？榴莲呀！蚂蚁。哈哈。蚂蚁呀嘿，蚂蚁呀嘿。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啊，黑猪有这么一歌吗？这样也算怪的歌。You make me cry 啊，英文也黑啊，英文也是黑啊。你这是没怎么唱出来。哎呀，哎呦，头顶开花是吧？跟弄的跟家里也跟那个毛坯房似的啊，太棒了！请准备啊，黑的歌都唱的差不多了，基本都掏空了。哎、这轮白还是黑的歌，开始。啊！和黑色有关的东西也可以啊。哦。同学们，支点招啊！红黑黑哟、哦，啊哈啊哈，黑猫警长，啊哈哈，这观众想的不算你想的，嗯。嘿，你又来听我唱的那首歌？没有这歌，没有这歌。哎呦，我现场写歌，你是才子。怎么是我自己写的？真没听过这个歌。听没听过？听过。有听过吗？不知道。你吓人孩子干嘛？大张伟，你没听过这首歌？我重新唱一遍。嘿，你又来听我唱的这首歌。嘿，你又来听我唱的这首歌。记得吧？绝对的。行，那就回传吧，传吧。来来，艾伦拿着吧。嗯，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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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等我？嘿，你又来听我唱的那首歌。这是什么？这是教材，不是这是他的歌，这是他现写的歌。这可是现写的了啊！你们一人写一句啊。嘿，嘿丽，嘿，嘿丽，嘿。还有什么黑？还有黑什么呀？黑什么呀？黑什么呀？黑。你好黑，你好黑，你好黑，嘿嘿嘿嘿。有这歌吗？你好毒，你好毒，哎，瞎写不行，不是中了毒的人是不发黑？对，中毒的人就黑了。那你要这么说啊，那来来写。嘿，我真的好想你。哎呦，真棒！好、哦啊，大老师您拿着。我接着他好。刚才说只要跟 K 九关系就行，是不是？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眼球都是黑的，这也行，头发也是黑的。大老师，这是硬熬啊！来接缸，接缸。那个，哦哦哦，黑呀，哦黑呀，哦黑呀，哦黑呀。哎，对对对对。
对，不错。我黑呀，我黑呀。我嘿。嘿巴扎嘿，嘿巴扎嘿，对。巴扎嘿，巴扎巴扎嘿，巴扎巴扎。啊，那个，嘿，呼呼哈嘿，快使用上去吧，吼吼哈嘿，快使用上去。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哥，什么黑跟黑什么东西？然后打回下动作，下动作有，行，潘美豆啊，嘿，潘美豆啊，不可以重复，不同的不同句，不同句，不同句，不可以重复，不可以重复头一首歌，不同的句，不同句，就唱下一句吧，来，燕儿呀，嘿，燕儿呀，不同句，不同句，嘿呦嘿，嘿呦嘿。什么？还有黑啥？还有黑啥？什么？还有黑是什么？黑有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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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不可以，没过。不，我不会唱那后面那一句。你唱的是哪首啊？穿上大头皮鞋，嘿呦嘿，什么什么的。这是什么？穿什么嘿呦嘿啊？全是那些语气助词。什么、啊？哥，什么呀？这炸我！哥，该你了。不是什么玩意儿啊？哥，有没有那歌啊？有。快传，马上接近爆炸了。这些那个还有什么？全是那些语气助词。哎呦呦，嘿呦嘿嘿，哎嘿呀也嘿，那个唱过了，唱过了，哥什么唱过了？什么嘿，唱过了，哥。快点拍好，还没到，还没到，继续。还没到，继续。吓死我！哎呀妈，紧张死我了！我吓死我！谁输了呀？算是你输了，你输了，在你手里炸的，在你手里的，在你手里爆的呀！那你们不接啊？这轮首先第一个要求，炸弹必须抱在胸口；第二个要求，歌曲必须带叠词。举个例子，蓝蓝的天空。蓝蓝算是叠叠啊叠啊，炸弹传递，开始。妈妈的吻，很甜蜜的吻。好，可以。好没有？好，这算了，不是叠字儿，叠字儿。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老师，我帮你呢。我，你也开始创作歌曲了，太棒了！来这都是原创艺人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好的。那个。甜蜜蜜，好嘞，太棒了。着什么急啊？等会儿啊，我想想啊，炸死他！有歌有，哎呀，月亮弯弯，那好，月儿弯弯，哎，就一个歌，哎，对，你这是月亮，我这是月儿，来了，到沙溢了，天天想你，对，天天想你，十八老师，这是拿还是不拿呀、啊，猫哥？猫哥，您倒是抱一个呀，您抱着呀，它传过来了。我以为炸了呢，到我这是最难的了。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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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爸爸。好的，回到沙溢那儿了。妈，亲爱的，还在拖时间啊！好，给沙溢。跑马溜溜的
可以溜溜啊、哦、妈妈什么溜溜溜溜什么歌啦啦啦啦啦啦你把第二句唱出来把第二句唱啦啦啦啊那个什么什么我知道那个歌是吧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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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辣子之歌就这个 feel 电电音也不可以这也不行啊啊来抱胸口抱胸口抱胸口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好的哎呦小龙哎呦什么呀什么呀抱胸口啊来你唱没有我给你抱着那个睫毛弯弯眼睛眨眼睛小姐真棒啊你我关键时刻你是老师你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帮着拿着人家是前辈怎么回事儿好我尽快让他离开咯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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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没有叠字没有叠字等会儿咯叽咯叽重复的在哪儿呢咯叽咯叽咯叽咯不行那得是咯咯叽叽咯咯咯叽对对这才行你就说咯叽咯叽，哪有咯咯叽叽跟叽叽咯咯？没有，咯叽都岔开了。这就是两个字叠在一起的。那得是咯咯叽叽咯咯咯叽，对对，这才行。我能替你老师唱一个吗？来，咱们再研究一下啊。哥哥你打单啊，妹妹你打单，你往前。对 ，OK OK， 好，算了，到花花了。这炸弹真太厉害了，这炸弹！哎呀！我是一颗糖，你颗什么糖？我是一颗糖，你颗什么糖？我是一颗火力四射到处乱乱舞，一颗的跳跳糖。拿着小酒窝小酒窝哇厉害呀那个宁夏、嗯、小酒窝小酒窝小酒窝花花是身负重任靠你了一会儿太厉害了麒麟行麒麟看吧哎我刚才在你们俩那看到了 CP 感你俩来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来吧合作一下唱也挺好我以为你答错了没错放慢了脚步，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最后一句不用唱了，最后一句不用唱了。再唱一句，我永远爱你到老。
张伟老师，咱们给大家依次来介绍一下每一首歌的相关背景，让他们有一个数，好吧？第一首歌是电影《搭错车》的插曲，谁看过这电影？哦，里边那首歌叫《酒干倘卖无》，听过吗？听过，不会唱。酒干倘卖无，小心回答。非常暴露年龄，1983年的电影啊，我出生那年。这你都会啊？你很复古。我妈妈爱唱，请听第一首歌曲。虽然你不能看透出一句话，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真真假，完了，一句都跟不上。想答是按这个是吧？哎，你冷静，你冷静点。请接唱。不是，这太容易了，这过分。没有天哪有地，哇，不是不是不是。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就是酒干倘卖无。然后这边才开始，不是不是，我真的是对的，对，统一一下，麻烦红方同学统一一下答案。我这个是对的，我妈妈经常唱。然后后面才开始。姚晨，今天你过节，今天你过节，你说了算。酒干倘卖无，绝对是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应该是。没有天哪，没有地，那是错的。啊，是吗？啊，他那个没有天哪，应该是个特别高潮的那个部分。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没有天，真的，真的，真的，我坚持自己的，真的，我相不相信你，杨生姐？真的，你要不要相信你？不是你，姚晨姐说，人家要冲我倒下他们刚才唱的那首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然后才对了，对了，对了，然后才酒干倘卖无。我相信我的妈妈。对。我支持杨迪，支持我的就不要把手放在那儿，我们就自信。你确定吗？我怎么？因为我记得这是后半段的。差不了，就是你真的，我跟你讲，他是对的，相信我，姚晨，相信我，信我一回吧，相信我，他是对的，而且他妈天天唱，到底这个答案对不对呢？我那个应该是对的，我觉得，你待会会骂我不？我会揍你。我妈跟苏芮长得也挺像。行，以你们答案为准吧。哇，都挺好对，给出的最后答案是。不可能，他们不可能对。我都不拿。是。错的。我都不拿这儿，我都绝对。我都不拿这儿，我都绝对。我到了，他那个伞真的太奇葩了。杨迪，为什么？为什么要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不相信妇女呢？我不，等一下，等一下，听姚晨。答案是什么的？姚晨是正确答案。为什么会这么简单的答案？你妈每天唱的都是错的。我妈妈唱错了，我妈妈唱盗版。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首歌曲的相关介绍。
第二首歌，不管还是抢。悠悠，你冷静啊，悠悠。1990年拍的，应该是中国咱们自己的首部家庭伦理剧，叫《渴望》。我知道。毛阿敏唱的，那歌也叫《悠悠岁月》。请听歌。我们完了，先准备拿吧，这次让他们抢吧。喂，姐，姐，哎，我的是你提早摁了，但我们也是最快，你们欺负我们新来的是不是？能唱下来吗？到哪儿了？你说吧。到哪儿了？我知道我会唱。说去将来，不是。你别，老弟会唱。是也是。酒干了倘卖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花花这么小居然会唱这首歌，烦死了！哎呀，这孩子真是。我在台上唱表演过，唱过这首歌，是吗？我以前唱过。你看见没有？小小年纪，多老的歌都敢唱。对。看看那边准备的样子，你看多么紧张，多么忐忑。他们手也在那边呢。你们自信点，手别放上去。这一轮王牌家族队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耶！哎呀妈呀，太厉害了！您的时间太短了。确实啊，这怎么会站一下就走了涮肉呢？好，来我们听一下第三道题给出的提示是1991年电视剧《家有仙妻》的插曲。我会，我才演啊。我们还能信你吗？放心，相信我，这次我真会。然后唱这个歌的是香港的一个草蜢，草蜢，对，草蜢。歌名叫《失恋阵线联盟》，我真不会唱。我知道歌，但我不会。没事没事，没关系，你不会没关系。杨迪他妈妈会唱。不，这次是我会唱。我不相信我妈妈那些曲目了，全盗版碟，一堆盗版碟。姚晨姐，你们就抢，我会。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歌。抢！贾玲和花花先抢到了。他们唱不出来，这个属于条件反射。还是说好了就忘了吧。说上一句是什么？上一句是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好歹你也问问他。我拿什么好歹的？台北哥不是东北的。还是说好的忘，说好的说好吧，还说好的呀忘了他。你自己觉得对吗？还是说好吧忘了他。行，这靠谱。确定吗？确定。还是说好吧忘了他，说好吧忘了他。您这调有点堪忧啊。
这轮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耶耶耶耶！这边咋下雨下这么大呢？哎呦！鹏哥，我印象中你就没拿过一把完整的伞。我们刚才以为自个偷了一把伞，特别的开心。你哪来的伞呀？他是从洞里接到的吗？这是他偷摸藏的一把伞。沈先生啊，年纪也不小了。鸡贼呀、啊，藏了把破伞。哎，听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其实一放出来就都知道了。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我也答不出，我也错了。说好全忘了吧？还好这道题被他们抢了，对吧？幸亏他们抢了。我的信任感已经全部丧失了哈，不是，我还是信任你的。接下来来听下一题啊，下一首歌跟今天这个日子跟三八妇女节特别搭，是中国女足的队歌，歌名叫《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风雨彩虹，那是刘欢老师。铿锵玫瑰，那是蔡振老师吗？那是刘欢老师。准备，请听歌。会一半。会不会？别抢，别抢，别抢！啊，不刮伞放里啊！我会副歌，我会副歌。来喽！切！哎，这边抢到了。好，我们根本就没按。都不会。花花，老弟，老弟，弄他们。风雨彩虹，纵纵横四海，笑傲天涯，永不后退。正确的。耶！耶！胡萝卜来！我哎，这伞不错，这留着，这留着，留着。节目组，你们过分了！杨永宁，你把你的伞打开，有多大？双人伞。哦，确实，你这咖啡厅的伞都整理了你。接下来呢，继续是接张老师给出一些提示。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我又唱过，我在台上唱过好多次，我还模仿过，这歌我太熟了。影视剧作品里边第一次拍那个改革开放之后出国潮那批人的异乡生活，特别火那歌，知道吧？知道。这歌的名字叫《千万次的问》，请听歌。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我不行，我问你别想，我也不行，可是你却并不在意。哥你会吗？不好说呀、你说你哦算了算了算了，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拉拉就别拉拉了，拉拉就别来了。问我到底爱不爱你？问自己，小偷抢到了。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我以前模仿过他的，在那个。你跟我说干什么？我又不是你的竞争者。最后答案是什么？离得开你。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回答。回答正确。哇！哎呀 ，sorry， 是我这把嗓子低。为什么？为什么出来一个这个？我手滑了一下。您的时间太短了。心深深雨蒙蒙。哎呀，我耍了个鸡贼。谁耍了个鸡贼？我哪来的？一直藏在屁股底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从哪儿开始讲起呢？天下是理是义，不转而上最是理想，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出宝而来一身正气，闯荡江湖无人能敌，哪怕不知去向何方，努力下去就是希望。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的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底，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好看不向坏看。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
生于梦里，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平地起，美人如玉，今后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
像燕子不再闯祸的时候，当花说话出尔反尔，做事张扬跋扈，当哥哥阿哥不再溜走，去皇上看看，我不再随随便便看透，随他们不能陪我左右，不能陪我左右，儿女幸福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香妃变成了蝴蝶飞走，喜悦涌上心头，当皇后默默不再吵闹，当皇上不再天天出游，我终于能够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父也跟他走，不舍得尽在眼眸，这么多年没守在他身后，只愿老人家安康无忧，小姐陪我看细水长流，陪我看细水长流，千里之外我的心还是在宫里头，当亲爱家跟小姐聊一窝，很长夜如钩，当孩子长大岁月悠悠，当白发偷偷爬上以后，我只有过去几个春秋，不知几个春秋，他们何时能够回来牵我的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有一个姑娘，有些任性，他还有一些爱吃，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可爱，她还有一些饱满，唱我的哈是那个姑娘啊，这个姑娘毫无意外猜到会唱我。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内向，她还有一些忧伤，好就是这个姑娘，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勇敢，她还有一点漂亮，这不是我了吧，是那个姑娘啊，就是这个姑娘啊，好厉害，厉害，厉害！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
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接下来各位，第一题，趣味高音比拼。首先，王牌家族队这轮派谁出战？花花，考虑一下这把要不要他出去呢？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花花就是实力偏弱的，属于在我们四个里。那就你们仨吧。啊，他们对面总输，要不让他们上四个人吧？耶、yeah. ！哇！娜姐，你们那边上五个人也行。哎呀妈呀！我都看不过去了，太欺负人了。但女生其实实际上是要比男生要高一个八度的。对，这样我给个建议，要么索性都上得了。没错，来。第一首歌，娜姐的征服，第一句，就这样被你征服，从低了开始起，哦、好不好 ？OK， Round One。就这样被你征服。这么弄的话，我觉得我还能参加三轮。就这样被你征服，耶、yeah. ！两个老人。就这样被你征服。嗯？什么调？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好，好，傲娇的耶！我跟娜英唱过歌。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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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被你征服。就我在背后唱，来，你们在前头，一二去。就这样被你征服，赢了吧？小心一会儿自己唱不上去，农夫与蛇，真的是一个蛇。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他很高音，就这样被你征服。哦，这样坚持下去了。沈腾，腾哥预言的，他能撑到的第三轮来了。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吧。如果不行就出局。就这样被你征服。耶，过了。就这样被你征服。没事，难听无所谓。戏曲的味道哈，我来，娜姐。就这样被你征服，
这是杀鸭子的声音。哎呀，算过关吗？我也救不了我自己了。啾啾，这么高啊！哎呦，啾啾，陪你丈夫。闭嘴！导演他故意捣乱。啾啾。你怎么还低八度呢？对，我们应该比女生要低八度。别，你现在就高八度了。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为哈，我们这样就你俩比吧，因为他俩的声音还在中音区，我们已经在，我们已经翻白眼了。我从上一轮就开始翻白眼了。这就这样被你征服，还是厉害。就这样。低了一点点，低了一点点，啊，就音。就这样被你征服。哇！好了，接下来他们俩比了。对呀、啊，那边都主动弃权了，是吧？对，主动弃权。就这样被你征服。哇！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哇，他的还是真声了，厉害哟！就这样被你征服，我们的也是真声。我得在背后保护点花花，这随时就容易一下痒过去。来，就这样被你征服。我已经转假声了，这我唱不上去了。就这样，试试。就这样被你征服。你到头了。脸都白了，没到头了，没上去。就是你要假声的话，还有，如果你还有能量的话，多难听的声都能上去。展哥，你还有歌手的包袱吗？怎么了？你来嘛，你来一个那。嗓子疼，有没有觉得？就这样被你征服。海豚音了，这个已经开始跟海豚对话了。哎呦，那我觉得我也能试一试呢。来，贾玲。不是，你是海豚本豚呢，直接扎海里去了，哑了现在。完了，我们全军又覆没了。Pentakill， 你刚才说要一打五来着？对啊，来吧，我跟花花来吧。你跟花花来一个，花花来吧，一对一的，可以。换一个歌怎么样？好，可以。换个山丹的花开红艳艳。哇，好。对，就这句好不好？好，花花你别欺负我，行不行？没有，咱就假声唱到，用假声开始就不唱了，好不好？用假声，哦，那就是只拼真音是吗？对，哇塞，只拼真音，我觉得我真音应该没有你高，我尽量来吧，加油。OK， Round Two。
起步就这么高啊？起步真高啊！山丹大地的歌开花哟，山丹大地那个开花哟，山丹大地那个开花哟，好样的！没了，我没了。我觉得打平手得嘞。这孩子是真不让家长省心呢。你哥咋了？下山了？山，哎呀，放松，哎呀，山，哎呀，受伤了，受伤了，受伤了，我上不去了，我上不去了，山丹丹的那个受伤了，厉害厉害厉害。哎呦，这个属于巅峰对决了。我看的我的表情特别的狰狞，就一口气一直提在这儿，发现没？看整个比拼的时候，哦，这是高音之间的比拼。接下来一个比较好玩了，我们考验的是拖长音。哦，比拼的是歌手声音的掌控力。由美队呢派出队员拉长音来进行计时，计时长的就获胜。你可以吗？主要我刚刚唱完那个再来。伤了元气了，对，有你这样，你对你俩不公平，你俩别参加这游戏了，我们几个来比拼，谁先来？腾哥，你先来吧。我要唱不起27秒，我都对不起 vivo。来啊，俊吗？你把声给我放出来，大点声。是有蚊子吗？是。但我掌握了一个小技巧，声胆小，声小，然后我在那想，嘴张一半就有一半不让它跑风就行。来试试啊，试试试试。我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一秒哈。来，杨哥来。宇宙毁灭，宇宙毁灭，心还在。不会4秒吧？感觉好像也就15秒左右，撑死了。感觉像烧了壶开水。没了，哎，这18秒，这我刚才乐一下，这也费气儿。好了，花花，啊，好了，了了了了，你好认真，来吧来吧，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估计这得干到30秒，睡着了，花花，这得45秒吧，你在打坐呢吗？不干扰啊，不干扰，看他是什么样的成绩。1分钟起吧，这个20秒。哇，听听还有声吗？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压力太大了，您在旁边数我。39 40，哇，41，这不是最后一期。
脸青了。花花，你笑一个。行了，兄弟，你赢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兄弟，好了好了。你还在出声吗？还在出，还在出。行了，八五九六一分钟，一分钟了。还有啊，零好了好了，哇，零七，哇，你这就不懂事儿啊？那娜姐怎么接？没事，娜姐，零头咱还赶不上吗？娜姐来啊！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娜姐太实在了，她都没怎么往里吸，她最后一口饭没我吸了，没了。娜姐，你这个在谁后面倒是也无妨。哎，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总是在边上进行干扰？没有，我俩是出了名的人品不好。哎，别，我们这样好不好啊？因为他们是一对一对一，我们多一个人，那我们俩就合二为一。你尽量的拉长，然后我接，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比过花花。哎呦，两个人一起、啊，好，试一下，试一下，可以没有花花？好，咱俩互相看着，你别看那个计时。你们俩看着还能不撒气儿啊？三秒不过岗。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给对方输送二氧化碳。不要被他们影响，不要被影响。来，骏马其实要真挑战一分零七，也就是我唱歌不用换气儿，我一首歌就一口气唱了。哪首歌？哪首歌都行。来来来来来，我叫小沈阳，艺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阳。沈阳的阳。小沈阳，他往回抽气儿是吗？他用阳来换气。循环式呼吸法。好了，我来宣布一下这一轮比赛的最后成绩。目前为止，场上的最长音一分零七秒来自于华晨宇。我不大接受什么被委屈别还手，我不再能够适应所谓的大潮流。别还手，我不太能够顺应所谓的大潮流，画笔我自走，应该没说明我所有，我不找借口，懂得人自然能看透。理想边界太多，别用爱了解释我。
心绝不放弃。 Under one you want 不需要指引，绽放所有光芒谁你，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聚焦，逼着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让命运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尖叫。此刻只想要听到你为我欢呼尖叫，拼命嗷嗷，跟着炸裂的音乐，边唱边跳。穿上骨灰装的本领，我从不闪耀。外表冷酷，处之细看，发现其实可爱到爆。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门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们一起学马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能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但在你怀里睡觉，我眼都乱乱看住你的去生的羞涩，舞步飞一旋，他把痛的沉默。导演，不带这样。这是谁给他画成这样了啊？打开心里，抹去唇的羞涩，舞步飞一旋，他把痛的沉默。柔柔的暖雨带深情的歌。昨天他把王菲的那个不屑一顾那劲儿都演出来了啊，我看他他不看我，只演出不屑一顾了，就要那劲儿。好，打开心里，抹去唇的羞涩，舞步飞一旋，他把痛的沉默，融融的暖意带着深情的问候，绵绵细雨沐浴那昨天，昨天，昨天激动的时刻，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相约酒吧，来吧。
已心中的他，两个血缘不停叫唤跟他归家，想笑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潜潜身影飘飘身影默默传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手法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想在那里
是谁的墙壁，有你或者用力爱哪怕看到土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只是在回头地点的日子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有我的一生。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向前跑。72号选手鞠莱提，我是02号选手张阳阳，我是0几号选手饶威，我好像是10号选手宁桓宇。我是5号选手左立。我是06号选手于朦胧。我是7号选手白举纲。我是04号选手贾胜翔。我是08号选手于田。我是09号选手华晨宇。6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了。当年都是一副年轻的模样，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别哭，终于成功的把我这么多期下来把我给成功的弄哭了。你先原谅一下我，其实是各位一起瞒着你，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个惊喜，把这样一份兄弟情送给你，也呈现给所有的观众。我们能够所有人同一时间聚在一起是很难的，比完赛之后应该算最齐的了，最齐的一次。为你不知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商品是什么。拖把其实是生活中最接地气的清洁用品，这次呢我们要体现拖把的这个神奇功能。想请花花来给我们演绎一下神奇拖把在花花这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想找贾玲姐帮你搭是吗？帮我搭句话什么的。哎这个松快，哎呀准备好了吗？等哎呦呦呦，这是大场面啊，感觉要起飞了。我演什么？贾玲，你按耐住自己。我不知道演什么，就演一个那老板哈。老板，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舞台的好，我知道工作者。好，那贾玲是老板娘还是老板的娘？花花版神奇拖把开始。呀呀呀！这怎么这么脏啊？那谁，你过来，赶紧的把这擦了。一会儿那个腾哥还得过来表演呢，知道吗？腾哥，过来开那个摇滚演唱会。赶紧的啊，我一会儿马上回来检查。啊，又要打扫，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自己能上台呢？我的麦克风，笑得开怀，我只是我，只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尘。用王牌神奇拖把，唱歌。
歌都变好听了呢。这是我主持《王牌对王牌》的第四个年头，也是第四次代表整个《王牌》的节目组，谢谢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告别。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我们用真诚，我们用努力，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欢笑。这一刻，请大家记住舞台上每一张对于你们来说非常陌生的面孔。他们不断地努力着，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不分昼夜的。用自己的努力为大家呈现了每一期精彩的王牌，谢谢。